以宗旨敬敬天地礼神明爱国忠实文明忠烈孝父母良师尊信朋友和良民解国向先感恩五伦八德千百五百圣人之恶志确尊素为公雄之高丽洗心革履照计修真恢复本性之自然解脱良知良明之至善以立德行以德感人凡世界为清平化人心为良善以世界为大同就是从此到这种来礼文大同篇摩诃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舍利子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舍利子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无无明亦无无明净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净无苦集灭道无智亦无得亦无所得故菩提萨埵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三世诸佛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知般若波罗蜜多是大神咒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实不虚不说般若波罗蜜多咒即说咒曰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菩提萨婆诃